近日有网友在韩国论坛上询问大家觉得演艺圈最让人吃惊的新闻是什么，并写下了自己觉得最震惊的两件事，分别是演员崔真实的自杀消息，以及歌手徐太志与演员李智雅的离婚消息。袁婆表示，我连听到崔真实过世新闻时，那一瞬间的空气、天气、湿度都还记得。而徐太志与李智雅则是因为完全不知道他们结婚过，一公布消息就是从离婚开始，让人非常震惊，还以为是隐藏摄影机。贴文英厨网们也纷纷留言表示，我的话是忠炫，还记得当时看到新闻后一直在发抖，很多艺人的死亡消息都让我感到震惊，完全没想过喜欢的艺人会以那种消息出现在新闻上。